到跑跑卡丁车，送你。跑跑卡丁车是款经典赛车游戏，丰富的赛道，流畅顺滑漂移是它的特点。熟悉赛道，掌握漂移技巧是我们的开始。点这里起步喷，按住方向键可以让赛车转向，按住左方向键，直道上摇头可加速，连续点击屏幕空白处，直到触发摇头加速。有种过弯的技巧叫漂移，一起来试下吧。在这个区域漂移最安全，轻按方向与漂移键。下面我们看看漂移过弯的详细操作。轻按漂移与方向键起漂，出弯后轻按反向键拉正车头。下个弯你也试试吧。开启氮气后漂移，可触发脱漂。起漂后松手，让赛车靠惯性滑行出弯。脱漂的集气速度非常快，且车速不降低，记得回正。脱漂过弯后，氮气又满了。点击使用氮气。能安全帽，安全帽提供多项，快戴上新装备吧。点击进入游戏，点击这里，点击快速加入，前端的路径辅助线显示前进方向，可预判行进路线。安全漂移区内漂移最安全，撞墙保护能减少碰撞损失，但是不能走捷径哦。漂移保护生效，以帮助你自动矫正，避免了过度转向。模式开启了，船长认输吧。如果你先当然了，少废话。
各位官长到了，第一话我们可。每天完成星星计划，获得丰厚奖励。每天签到将会获得神秘惊喜。先看看哇，逃跑星星徽章，带上它，再来看看每日集训，完成当天解锁的所有小目标，继续完成今天的目标吧。